大家好，我是喝普洱茶的 Bobo。 여러분안녕하세요 Bobo 입니다。中国네어떻게얘기해요？是，是的，好，好的。여러형식이있습니다。그러면언제是，언제好이에요？질문에서是나오면是로대답할수있습니다。예를들면你是韩国人吗？你是韩国人吗？당신한국사람이에요？이때네라고얘기하고싶으면是라고대답하면돼요。왜요？질문에서是나오니까。아니면是的라고대답해도돼요。是的는맞아요는뜻이가지고있습니다。부정시는不是，不是。是的는어떻게써요？是的는네와맞아요는뜻이가지고있습니다。상대방얘기한내용와내생각똑같아요하고나도상대방얘기한내용을동의해요인정해요이런느낌있을때는是的대답하시면됩니다예를들면今天天气真热啊，今天天气真热啊，오늘날씨너무더워요어나도덥다고생각해요그러면是的라고대답하시면됩니다是的여기더오기조사는다른오기조사바꾸도돼요예를들면是啊是呀다괜찮아요똑같아요好와好的는어떻게써요好와好的는네와좋다는뜻이가지고있습니다상대방얘기한내용을따라할수있다하고상대방얘기한내용을동의해요같이해요같이하도괜찮아요그렇게얘기하고싶을때는好와好的대답하시면돼요예를들면我们一起喝咖啡吧我们一起喝咖啡吧우리같이커피마시자나도같이마시고싶어요그러면好好的대답하시면됩니다好的이단어는거의약속할때많이써요好다이해하시죠그러면테스트좀해볼게요你是不是学生？你是不是学生？是，아니면是的。他家的咖啡真好喝。是的。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吧。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吧。好，아니면好的。好的，今天就讲到这儿，再见。